劝告第二十七课，你别抽烟了。一句子。一百八十九，我有点咳嗽。一百九十，你别抽烟了。一百九十一，抽烟对身体不好。一百九十二，你去医院看看吧。一百九十三，你骑车骑得太快了。一百九十四，骑快了容易出事故。一百九十五，昨天清华大学前边出交通事故了。一百九十六，你得注意安全呐。二，绘画。哥哥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有点咳嗽。你别抽烟了。我每天抽的不多。那对身体也不好。我想不抽，可是觉得不舒服。时间长了就习惯了。好，我试试。今天先吃点药。你去医院看看吧。你骑车骑得太快了，这样不安全。我有事，得快点去。那也不能骑得这么快。没关系，我骑车的技术好。骑快了容易出事故。昨天，清华大学前边出交通事故了。真的吗？你得注意安全呐。好，我以后不骑快车了。四，生词。有点儿，咳嗽，抽烟，医院事故，交通，得注意安全，舒服，习惯，要这样，技术，迟到，头疼，感冒，病，美，马路。六，练习。五，听数。昨天是小刘的生日，我们去他家给他祝贺。他妈妈做的菜很好吃。我们喝酒、吃饭、唱歌、跳舞，高兴极了。大家劝大卫别喝酒。为什么？他是骑摩托车去的，他要是喝酒就太不安全了。六，语音练习。一，常用音节练习。汉语，遇见，
一条鱼。接电话，结婚，姐姐，借书。二，朗读绘画。别进去了。为什么？他有点不舒服，睡觉了。你知道他是什么病吗？感冒。吃药了吗？刚吃过。